到那种又 Q 然后又有油脂的鱼。喂，它有美味的部位。戴手套没关系哦。Thank you.
老实说，你现在在看海鲜，因为黑尾我们会把它放进去嘛，像就是我们的冷冻，稍微把它水，可以把它的莲花带掉，但是色会变。等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一块吼，让现场喜欢的朋友，我们就去贴影，那你们试试看它的鲜度。这个会比刚刚你们吃的那个头部肉丸香气更浓。爽滑哈！
然后真正的老饕啊，他会喜欢这个部位。哦，这个就是圆圈圈那一块，那一块的油脂密度会比其他的地方还来得高。可是这个部位的缺点那一点筋。哦，所以有的老饕不 care 筋的，他会觉得，哎，他喜欢这一块拿来做手筋。等一下喜欢的也可以就点来试试看。这个部位的话，等一下就是小心黑吧。有人想。那个要供客人喝的，有没有上来？他他出去了。嗯，那个小碗，小碗，多拿几个。小碗多拿几个，啊，那个汤要给客人喝的，对吗？哦，要直接上的吗？哦。这样才1800块，我才会说哦，你们有差值这样子，好，因为就像这样的它是差油脂，哎，对对，那就要这一块吧。等一下，那边有味噌汤，我们就大家喝完送完为止哈。哎，对对对，如果有多剩的话，都可以再续哦。对啊对啊，那尽量让每个人都品尝到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哎，试试看。看看了哦，哎，你讲话，啊？来，姐姐请你一下，啊，下巴开始表，你下巴。点的这一盘在外面应该至少会将近1000块，对，以这样的鲜度跟它的油度，接下来请看。OK， 好，来，来会接。我很少遇到那种又 Q 然后又有油脂的鱼。你可以感受到这尾鱼本身的 Q 弹，好的，位置真的有点窄。可是它的那种果冻的感觉，它又具有香，所以这种鱼是就是不很喜欢用的。一般有的油脂的鱼它比较软，
还要拿更大的盘子，才几千块嘞，当摸摸摸，真的很划算，真的很过瘾啊，真的很划算，对，非常划算。全家就满足。什么部位？这个是它的必用部位，中指，中度的油脂。这个是我点的，所以是要等你们有现场的时候才可以来现场指定买的。不啊，我们大家都会抬啊，只是今天比较特别，今天有那个表演的秀啊，不然一般其实就算没秀的时候，你们都还是吃得到。它这样有几片？哦，很多片。我这个很少吃那个黑尾，可以吃到这么过瘾，而且可以。对啊，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吃到没有的。超值啊，超值，这个满了。对啊。这是那个无菜单料理。这个、没有在菜单上。这是符合俗个大碗的感觉。对啊，是安尼，1000块。我要请你。这就快想象了呀，就大碗。而且它又不是不好吃的部位哦，所以就没味了。